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习近平帮了拜登大忙；朝鲜驱逐越界美国士兵内幕；全球市值因中国担忧和利率上升而跌破一百万亿美元；一位法官对特朗普、沙特阿拉伯和影响购买问题的引人注目的笔记。 中国圣经银行与政府支持的实体达成二百四十亿美元的资产出售协议。如果特朗普组织拥有您的房子，它会值多少钱？松下将生产由回收镍制成的电动汽车电池。等等，请大家收看。习近平帮了拜登大忙。朝鲜驱逐越界美国士兵内幕。Newsweek。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 中国和瑞典帮助美国释放了一名被朝鲜关押了两个多月的美国士兵。该士兵于周三被送回美国拘留。这位官员在与记者讨论导致特拉维斯金获释的事件时说：“瑞典帮助促成了二等兵特拉维斯金从朝鲜转移到中国。”这位官员表示，瑞典与朝鲜保持着外交关系，并且是帮助美国将国王赶出朝鲜的主要对话者。 这位官员表示，中国政府还帮助金从朝鲜转移到中国，并在中国被美国拘留。这位官员说：“我们可以确认，二等兵金非常高兴能踏上回家的路。”他补充说：“金看起来身体健康，精神状态良好。”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 感谢瑞典和中国在帮助金获释方面发挥的作用。 沙利文说：“我们感谢瑞典政府作为美国在朝鲜的保护国所发挥的外交作用，并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二等兵金的过境提供协助。有关金从朝鲜获释的一些细节仍然模糊不清。金七月在非军事区内的一个村庄越境进入朝鲜时驻扎在韩国，他曾因袭击罪从韩国的一个拘留中心获释。进入朝鲜时，预计将返回美国。” 据朝鲜政府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在进行调查后发现金非法闯入朝鲜，因此决定驱逐他。拜登政府官员说，在得知朝鲜计划驱逐金后，美国政府开始与瑞典和其他伙伴合作，为金或是提供便利。据该官员称，随后的行动确实非常复杂，涉及多个联邦机构的协调。 出于安全考虑，该官员拒绝提供有关金从朝鲜转移到中国的更多具体细节。该官员说，虽然中国帮助促成了这次转移，但没有在美国和朝鲜之间斡旋以达成释放金的协议。该官员补充说，朝鲜没有从美国那里得到任何同意释放金的让步。由于金被美国政府宣布为擅离职守，他的下一步去向尚不清楚。 不过，他的获释为加剧美朝紧张局势的事件画上了句号。自今逃往朝鲜后，白宫一直面临着有关努力确保他获释以及他回国后是否可能面临更多指控的质疑。据信，金是五年来首位被朝鲜关押的美国人。全球市值因中国担忧和利率上升而跌破一百万亿美元。日经亚洲。 由于美国利率上升和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全球股市市值首次在四个月内跌破一万亿美元，自七月三十一日以来下降了百分之七，为六月一日以来的最低点。原因是对中国疲软的房地产市场和高失业率的担忧，以及对欧元区滞胀的恐惧。大型奢侈品品牌如路威铭轩、克里斯汀、迪奥和爱马仕国际等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 分别下跌了百分之二十点四、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十八点七。全球长期利率的上升也对股票估值产生了压力。一位法官对特朗普、沙特阿拉伯和影响购买问题的引人注目的笔记，《华盛顿邮报》纽约一名法官暗示，唐纳德·特朗普吹嘘自己能够以高价将房产卖给沙特阿拉伯利益，可能更多是购买影响力而不是精明投资。 在一项裁决中，纽约最高法院法官亚瑟·恩戈隆写道：“这位前总统声称，高价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因为有人可能会多次支付。”这是指沙特买家。特朗普在当月晚些时候的一次集会上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称自己在担任总统期间曾拒绝沙特的报价。特朗普后来与沙特展开了业务合作，他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也是如此。 特朗普还批评拜登家族受到外国资金的影响，并指责政客们接受外国资金，包括来自沙特阿拉伯的资金。沙特还试图通过向高尔夫球手和足球运动员支付高额费用来影响体育界。中国圣经银行与政府支持的实体达成240亿美元的资产出售协议。路透社。 中国地区银行圣经银行已同意将总值一千七百六十亿元人民币、二百四十点七亿美元的资产组合出售给辽宁资产管理公司。这些资产包括某些贷款和投资，并将通过向该银行发行专项票据来融资。圣经银行预计，由于这笔交易，其未经审计的减值准备将达到约七十七亿元人民币。 预计此交易将改善该银行的资产质量，并降低其不良贷款比率。如果特朗普组织拥有您的房子，它会值多少钱？华盛顿邮报，纽约最高法院法官亚瑟·恩格隆裁定，特朗普集团及前总统的企业故意夸大其房地产资产的价值。这一裁决是在该公司的律师依赖被驳回的论点后做出的，导致对他们进行了制裁。 法官详细说明了夸大的程度，突出了房产的客观评估价值与财务文件中呈现的价值之间的巨大差异。例如，根据评估师的估值，特朗普在纽约的期权庄园价值为二点九亿美元，但在财务文件中被呈现为价值超过五亿美元。在另一个例子中，特朗普在特朗普大厦的公寓被呈现为面积为三万平方英尺，而实际上只有三分之一的大小。 法官裁定，这种差异只能被视为欺诈行为。最具争议的估值是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家庭马阿拉哥，尽管外部评估将其价值估计为约两千八百万美元，但被呈现为价值高达六点一二亿美元。特朗普的儿子埃里克声称，法官对他的父亲有偏见。松下将生产由回收镍制成的电动汽车电池。日经亚洲。 松下控股将与美国初创企业 Redwood Materials 合作，回收用过的电动汽车 EV 电池中的矿物质，并将其重新用于制造新电池。松下的子公司松下能源计划到2028年从废旧电池中提取高纯度镍，并计划回收钴合理。合作将在 Redwood 位于内华达州的工厂进行。 松下能源希望到二零二八年能够以相同的成本使用回收材料和新开采材料制造电池。全球锂离子电池回收市场预计从二零二二年的三十二点二亿美元增长到二零三零年的一百四十八点九亿美元。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鲜的新闻内容。 首先，我们了解到中国和瑞典帮助美国成功释放了一名在朝鲜被关押的美国士兵，这是一次国际合作的成功案例，也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的体现。另外，全球股市市值因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和美国利率上升而出现了下跌，这给许多投资者带来了压力。奢侈品品牌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股票估值也面临了压力。同时， 我们也了解到了特朗普集团被指夸大其房地产资产的价值，这是一起引人注目的案件。法官裁定该公司故意夸大了房产的价值，这被视为欺诈行为。另外，松下计划与美国初创企业 Redwood Materials 合作，回收废旧的电动汽车电池中的矿物质，以重新制造新的电池。这是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积极的举措。 通过今天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看到了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些挑战。作为观众朋友们，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谢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六度 brief 点 com。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